女加马等于妈，送给全天下的妈妈。为你做牛做马的女人就是妈，你怎能不爱她？三岁时，妈咪我爱你；十岁时，妈随便了；十六岁时，我妈真的很烦；十八岁时，我想要离开这个家；二十五岁时，妈，你当时是对的；三十岁时，我想回去我妈家；五十岁时，我不想要失去我妈；七十岁时，只要我妈还能在这，我愿意为我妈放弃一切。对于妈妈，我们说的话最多的是：妈，我衣服在哪儿？妈，咱们晚饭吃什么？妈，我要出去了。妈，我饿了。而对于爸爸，说的最多的话是：爸，我妈在哪儿？我们都有一个好妈妈，爱她的请祝福她。我们只有一个妈，怎能不爱她？你生病时，妈妈说别吓妈妈；你吃饭时，妈妈说别管妈妈；你结婚时，妈妈说别念妈妈；妈妈病时，她却说妈妈没事。我有一个好妈妈，时光请你别伤害她。如果有一天，当妈妈站也站不稳，走也走不动的时候，请你紧紧握住她的手，慢慢地陪她走，就像当年她牵着你的手一样。